来了，快进来。子枫。哎，妈来了。妈，您先喝杯水。小小，你别忙了，妈今天来是跟你们商量个事儿。怎么了，妈？是这样的，家里的房子老是漏水，你爸他腿脚又不方便，也不能天天爬上去修。我呢，就想把这个房子翻新一下，这钱还差点，你们能不能借2万块钱？等明年开春了，土地收成好了，妈再还你。行，妈，我这有10万块钱，你先拿去。等一下，你这是和我商量了吗？不借。妈辛辛苦苦把我们养大，现在找我们借点钱都不行吗？小小，我今天来跟你们商量一下，要是不行那就算了。妈，不是这样的，您需要用钱和我们说一声就好了，怎么能说借呢？我知道您辛辛苦苦把子枫抚养长大，宁愿自己过苦日子，砸锅卖铁的都要供子枫上大学。我从一堆 APP 嫁过来的时候，您把家里牛羊都卖了，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给我们买了房。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，你想翻盖房子，我们理应出钱，怎么能说借呢？子枫是您亲儿子，我是您儿媳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之间不存在借啊。